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本来想骑着共享电动车出县城去往巴都，后来骑着才发现电动车不能出县城。事已至此，没有办法了，我只有蹭陌生人的车子去巴都。我这样子摆个大拇指出去，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是这个在给他们点赞呢？用大众车看一下会不会停车。您好，打车算了，一辆大奔，完蛋了，真完蛋了，一直在这边打车打不到，哈哈，真的是好烦啊！车子都是去县城的，但是就是没有去巴都的，唉，终于达到了，最少半小时站在那里。老板，您贵姓啊？你要拍视频吗？聊一下，对，聊点简单的。您是顺便去巴都，还是说在永丰工作？在永丰工作，然后回巴都。住在巴都，怎么不在永丰直接买套房子就不用到处跑啊？在永丰上班不用那个，哦，没必要短期的。哦，那是，那您就是巴都人。您在巴都听过有一个叫什么海哥的不？认识啊。认识他是吧？哦，认识他就好，认识他就好。我就是去找他，你能带我不？他好像不在那里，他出去了吧？他出去了吗？他哪里经常在巴都，他这里跑那里跑，哦，你就跟他联系。那我跟他联系，他没理我啊。然后我现在我就直接去找他。我本想说用这种方式去新疆走一走。不知道能不能出得了省还是问题。郭总的话有点那个害羞啊，那个不太喜欢上镜头。今天不过非常感谢你。没事，就算举手之劳嘛。我看到他站在旁边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拍这个的。我说句实在话，不知道。如果看到是拍这个的话，可能还不会在。早知道刚才应该把这个手机给藏起来。我刚刚来这边就在刚才那个位置，我蹭了两辆车才走到那个位置。从那个什么哪个地方啊？就这条路的十字路口那里，大十字路口那里。那说明还是人家愿意那个，啊，对，所以还是好人多。但就是走到这边，走到刚才那条路上的时候就没什么人了，啊，车辆少，所以就难蹭了。但所幸的就是啊，今天我就是。走了好运，我搭到了，而且是直达巴都的，我不用再担心去巴都这条路上有很多那种无人区，或者是甚至连信号都没有的那个山路，差不多就这个路上的话就没什么信号来了，再往前面最多走500米左右，这是两个县城的交界处，所以它的信号它比较薄弱一点。您在那附近大概哪个位置停一下就好了，然后我我就直走。接送你过去嗯，不要吧，不要。我家也住在那个旁边。马上要到达巴都了，巴都街上没多远了，只要看到前面这个烟囱，就差不多快要到了。是，这个烟囱是干嘛的？以前烧窑的。烧窑哪里烟这个？那谢谢你了啊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来，100块钱车钱，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，谢谢。哎哎，哎呀，搞得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子啊，那钱这样子丢来丢去的，很感谢这位大哥，真的很感谢。啊，然后我现在去买点东西，这一次那个蹭车啊。我算是成功了哈，我算是成功了，从一共20多公里，总花销时间在2个小时，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大哥，没有这位大哥的话，我今天我得流落街头，流落山头。那家人们，挑战成功，现在去找师傅，师傅说
他昨天晚上到的，所以我昨天晚上我就没来啊，今天必须得去。哎，老板，好，我买条烟，那一条多少钱？我就买了这么一点东西，囊中羞涩，兄弟们。希望师傅别建议，还有希望粉丝家人们别喷了。结果师傅他不在八度，现在我把这条烟放在你这里一下。是哪个的吗？我的。你自己的？对。你放着什么时候来拿？我啥时候来拿？下午吧。可以啊，放在这里先啊，这是给海哥的。啊，这个我也放这里吧，我懒得提啊。可以。哎，谢谢。师傅说要去地球村找他们，他可能要很晚才回来啊。那我现在呢就把东西放在宾馆里面，等一下师傅来的时候再直接给到师傅。然后我呢就现在再到路口去搭车，搭个车再到地球村去啊，太不容易了。等一下在路口再买一箱奶吧。现在突然觉得这条路好长啊，之前经常开车没有感觉，东西拿都不好了。对，买两样东西真的是不好了，太重了。要火车站吗？叔叔，您这是要收钱的吗？是啊。对对，收钱啊？收钱多少钱？到哪里？前方500米，1里路。5块钱，上车就是5块钱。哦，那算了，我还是蹭车吧啊。你新车也要，还没有钱。啊、没事没事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囊中羞涩，不得不让我省一点啊。那啊，不是我不想走路啊，是现在是中午12点多钟吧，还是1点多钟啊？现在中午1:17了，我也没有吃饭，知道吧？所以也走不动啊，太热了这天气。然后再加上还拿着2箱东西，我觉得这种挑战真的非常难，非常难，真的要有很好很好的运气才能碰到肯为停下车来的好心人。对，我拍他那里能不能骑电动车送我去皇家餐馆那里啊？啊。你是那个地球村吗？啊，对。嗯，那电动车送到地球村去。啊。你把它拍，他再送你去。那要怎么拍呀？小朋友要怎么拍呀？哎，双胞胎吗？嗯。是啊。那双胞胎他也有一点胖和瘦哎。下一个再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下一个我们去买果子果。啊，人家笑得好可爱。好看，哎，这个也笑得好看，终于憋出来了，好看。这都几岁的双胞胎呀？哎，5岁。5岁。我长得好帅气哦。是你跟那个叔叔拍一下，你看跟妹妹站那两个。啊，长得真的都很帅气。小也看到。那这个是他妹妹是吧？是他的妹妹。啊。哎呀，鼓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哭了，没开车来，然后蹭车到那边去，哎，也没有顺路的车，好烦。就在前面一点点嘛。对，这走过去累啊，尤其提着2箱东西过去，走过去累啊。是。有一点多路。嗯，有1里路，差不多1里路。那爷爷看你们到，高台也看到。不好意思。这条第9块也看得到。哎，对。
北河茶叶街都看到的。嗯。二楼。你那里是公交车哈？哎，有。那我搭公交车实在搭不到。公交车搭没过去，就在那儿转弯，给他送你去。你送我去啊？哎、哦，谢谢，谢谢好心人。几个小朋友他爸爸妈妈是出去工作去了是吧？过来，哎，给去吉安，在吉安上班。然后就你是做奶奶的，带着他们两个，好幸福啊！好幸福，那谢谢。哦，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，我赶紧提东西去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叔叔。哎，哦，我又成功了，遇到了好心人了。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啊，所以这条路啊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，又有点距离。一公里以内，差不多。没有啊。哦。前面往左转，左转一直走，这里就这栋房子了。